过来。对，龙卷风来咻！哇，无解啊！逆反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被滴滴拼了一下。对的，这个很脏，扫了一下。但是，无夫要死。对的，茅台举风了。但是，哎呦，双，哎呦，双足夫。是的，双足夫。飞龙喷他，喷他 Q。再去第一个，第二个来了，可以的，解不掉了。等等，刚刚，哎，龙卷风爱上一阵风，赶紧，爱上一阵风，被挡住了，挡一下，哎呀，这个有点伤，但是大力来了，力量，这波一，哎呀，木锤根来了，毒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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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，龙卷别毒药了，还没有，没有那个，没有废了，没有废了，挡不住了。飞龙跳了跳，哎，刚刚发现滚木没有用，是点水，但是滚右边更好一点。换路了，换路了，是的，去右边忙了，兄弟。对，木锤，可以，继续走一波，对的。那这个冰激凌化解不了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没有电法是没有用。冲一下，而且我方有电法，属于完全克制你。是的，这个电疗了，变人来了，带你一日游，对，带你一日游，继续走。Aaron 这个不白皮卡，他是对自己的皮卡有信心的。是的，但是这个电马上呢有点零分，被换制直接无所谓。对的，无所谓，继续电，反正血量多，而且有可能三星呢。哎呦，漂亮，直接三星了。那感觉应该直接第三局也吹。对，这个截一下，因为拉不到，因为他不在靠核武。没关系，其实这个皮卡会一直被这个龙骷髅给拉出来。对的，然后再跟个地狱龙。对。就木碑非常的精髓，一定要炸火球，炸火球小弟，火球小弟，必须把枪都秒掉。火球 ，hello， 飞勇，飞勇，可以，哇，这个天狗无敌了，天狗无敌了，天狗无敌，没办法解了。这波应该还是 A 王获胜了，只有这个真的没办法。哦，他还是带着毒药，头这么铁的吗？这个他有点猜到你会换的，对吧？还是猜到你换的，这个没办法，爆掉，蹭两下，再蹭一下。准备斩杀，对的，就再蹭一下，再蹭一下，就靠天狗把它吐死了。是的，这一波天狗已经进去的话，防守好就好了，还好。他只能换路。对，必须求一手了，就是在这里。如果不怎么飞龙挡一下，这个时候飞龙能拯救韩国选手只有战术了。对，是的，这个没有办法，火球漂亮，有机会。他应该没这个卡序，他应该是有这个啊，女巫跟一手跟一下，哎，女巫强行当肉，哎呦，这个大恶魔扫一下，哎呦，漂亮，预判满分的双加点，直接打到你这个生活不能自理，哎呦，所以在前面还存活了，存活了几个小蝙蝠，直接一路端掉，对，那个蝙蝠段收回去了，二十多秒，很恐怖，大皮卡，大皮卡还好挡住了，但是这波扫了条龙啊，兄弟，苟住。撑住，继续互相摩擦，切一下。哇，这个铁到那个治疗。但是还好，还好。黄毛，黄毛还在输出。等一等，黄毛你等一等。别呀，哥，好哥。还好，还好，这木锤是收掉了这个五方是的，最后这个木锤直接就回家去了。怎么的？看一下 Aaron 试一下，那这波应该只能卖血了，他应该砸不出别的牌去追。是的，他只有一个石头人呐。对的，一费挡的伤害。一刀、两刀、三刀、四刀，大皮都能截下。哇，这个时候费用领先上是直接下来一波三枪，看一下这边。但有个问题是大皮卡出不出？对，看一下哥卡怎么解。他先等，哥卡这里大剑鱼有了，剑鱼可以扫了。啊，先追龙，龙，扫还是扫，还是得扫，减减一下血量。是的，但是这个很赚，还是很赚。看一下大皮卡会不会上场？头疼了，他不知道怎么解这个三枪啊，现在啊。对，这时候直接又是接手女巫，啊、可以用一些小型单位去上暴血，只能卖去赚点气了。但是卖的话还是必须要解啊，因为 Aaron 加倍了，加码了，再来那个工程锤，对的，大闪要准备开始登场了吗？哇，直接拿张，漂亮，让我们恭喜到。一个矿工打法还是一个狗球，现在还是狗球偏多。Aaron 这边很可能会用蹦迪，直接蹦出来了。那这边蹦迪，这个吹剑歌林怎么办呢？这个吹剑歌林还是对这伤害挺高，但是有这个龙吸收伤害，这个塔还是基本上要破掉。那是的，那这边要跟什么？跟矿工吗？看起来这个龙的话，应该也许就是看一
下他这边怎么解吧，先用一个巨人在后面先吸收龙的一个伤害，但你看一下这边吹剑应该是保不住啊。对，这个吹剑还是防守了很多的一个效果嘛，对，让他这个塔保住不少血量。第一波天狗其实打这些血量还算是不错，先是掏出一个皮卡。好，那这段皮卡的话，不知道这边是墓碑呢还是骷髅海，看怎么防守这个皮卡吧，看看要拉一下。对，看看这边啊，地狱龙，那地狱龙的话，那直接这边呢，直接在后排蹦迪，这边费用上是有点稍稍跟不上，但还好是刷出了一个缺剑孤雷。但是这个塔还是很危险，对，最后的血量被砍了一下，两下，这基本也被打掉。那现在的话，那基本上木染无忌机会很小了，对的，时间可能不够，时间不够，带来两次右侧的进攻，但是我看看他怎么去应对吧，因为、我看到 Aaron 的那个冰人带的非常精髓，对，狗球的套路，对，好，那狗球过来的话，好，地狱龙也带了啊，那狗加地狱龙那一般可能起球就没位置了，那开始第一波没关系嘛，对，这样的话还是先看看有没有剑雨或者是滚木什么的。好，我也有地狱龙，我也地狱龙。好的，那没关系，因为这个狗上来就是去消耗的，是的，你剑雨交到了以后你没办法解我的天狗了，那现在的话就比较无敌，这边就比较伤，是的。啊，刚才这个地狱龙互殴是被对方拉住了，所以说 Aaron 的地狱龙打出更高的伤害，没错，但还是这个青龙嘛，也是对这个塔，那他最后应该是不是一个球了吗？应该也是一个，啊，这个导弹，哇，他导弹直接炸到了地狱龙，那也是这波进攻也是非常的勇猛，他知道自己是急，因为知道时间不多了，我只要解到地狱龙，把你塔拆掉，你的天狗是没有办法战胜我的。是的，可以看他这个攻防的转换非常出色，已经算好了你的 DPS， 对，蹦迪有点像昨天的那个俊 CR 啊。哦，这边，这边两种进攻，而且还有毒药，你这边防守也很难防的。很可惜没有撞到，但是这一波打掉了以后，看看能不能对塔造成，哎，但是没，位置都很不好，走位很糟糕，差。看这边皮卡怎么办？这剑法？不会吧？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挡不住了呀，因为你飓风的话，皮卡一刀一个也是没有什么用的，因为这样肯定是要破塔的。但是无忌这边还有一波机会，对，他的那个牵扯距离非常的远，没有办法，就无忌选择进攻六，哇、哦，两个哇，直接两个皮卡下中置。那这样的话，无忌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机会了，我们可以提前恭喜 Aaron 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决赛。决赛，这么厉害的 Aaron， 哇 ，Aaron 非常是我们。他现在毒药也好了，毒药好了，老哥，毒药，对。但其实这个毒药可以往后面再放一放。哎，还好，他就也是求稳了吧。对。左右一起进攻，他可能也害怕对方那个苍蝇，效果都不错。那这样，哎，一个小闪，漂亮，撞到了以后，那这边的塔如果不防的话，这个塔可能要破掉呀。就黄毛疯狂的打，对呀、啊，如果不防的话，确实可能这边他也选择直接下三枪一波反打，但是后面能不能跟兵？跟小弟，好像没有跟呢，啊，直接毒药，毒药效果还不错。是的，拿水水拿什么防呢？水水看，勾没勾到？没勾到啊！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机会了，这个是的。哎呦，那这一波他们送的费用太多了，那下一波 Aaron 这把看来要 GG 了， Aaron 进攻就已经没什么无人可挡了。是的，而且他又是刚刚那个套路，左路皮卡之后右路立马接上，直接皮卡带走，那因为你赚的费用实在太多，他不可能守得住，所以如果刚刚没送的话，可能那条龙要打一波大的。对，沉浸女巫打一波兵。好的，那这波火球的话也是打掉了剑法，哎呦，这个剑法好伤啊，被打掉了。是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应该是预判性的一个火球了，这因为他看到那边已经散兵了。满血一把，我的天！只要小剑在手里，哇，左路，对，这个是精彩的，左路给到了一个女巫加上攻城锤。皮卡有没有一刀？没有，哇，拿极限用那个墓碑挡了一下。但是你看左路，左路已经很低血量了。啊，老哥，我们的左